好，接下来是我们变装皇后，他们也是吼、哦、来自古奈他们的团体。对，丹宁的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期待。我们话不多说，欢迎我们变装皇后。
还有吗？啊，那个粉红色，你不是要唱歌？你那穿这样子，你穿这样子就没有要表演。果然上来，要，你还是要一个人代表。哇，我们果然哦，这，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哇，哎，我是认真说，你要看到这些表演真的不容易，真的。是不是来一支光呢、欸？真的是很值得，我们掌声谢谢他们好不好？哇，他们参加我们无数的表演跟活动哎、欸，就是对、啊、好是、啊、有他，他很累，然后还要叫他讲话。好了，滚蛋！我是想问你说，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系列的表演？我做这种系列表演就是做变装皇后，大概有2年。两年了哦，对，两年。大家一定知道他是谁吧？一定知道。好，先去卸妆好了吧。反正我们古奈哦，就是从2年前就开始做这些表演。对 对, 对。啊，所以你当初为什么突然就觉得说，哎，转怎么就变成，怎么就突然想说要做这种表演呢？或者是还是有什么契机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做变装表演，它不属于是一定要女生或男生，或者是你性别上的。不一样，对，所以才去做变装。是变装皇后，是因为她热爱这个文化，她热爱这个表演，所以她才会去做变装的活动。是是是是，真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。对，因为我想告诉大家，掌声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掌声一下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。是，对我真的觉得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一件很美的事情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。是的，结婚的时候记得要找他们。哎，还是要讲到钱的部分。哎对了，好了，我们谢谢古奈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古奈，好。